逐一相信被抢走了。老师都常常被骗。常常被骗，是不是？啊。要善良。我现在这种感觉是这个喜欢安逸，我因为就个人个性而已，我宁愿去做可以准时上下班30000的工作，我也不想去做根本就没有下班时间，然后领带100000的工作。哦，你比较喜欢安逸。对啊，当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安逸，一直被老师念要。